对女儿的记忆啊，她的好还是什么坏？好啊，就说她的好，你对她的好的印象。她在我心目中从来没有坏，因为我什么都接受，只要是她，而且她也怎样讲呢？很明白事情，从来都不惹我生气。可能我不喜欢做的东西，他有偷偷做吗？我不懂。不过他都尽量让我安心，做得让我开心。像他毕业后，他本身的意愿我不懂。不过我跟他讲，你毕业后给我回来，他直接就答应了。他说好的，收到。他就是个。